我是陈晴，依然是清凉帖，这回有40来篇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回假水，这是用清水泡了2天的效果，倒掉水，把凝胶刮下来。说起来，上次有宝宝被我气到不行，就觉得我咋水都不带倒的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然后我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操作不对。然后就得到这样奇奇怪怪的一团。可假水离得还挺远的，像彩色肥肉吧，一端一端的，还糊手。我寻思着可能泡发程度不太够，就又加了些水。中途还密封了起来，每次临睡前看看水分被吸收了没，早晨起来再补一补，直到4天后，它终于有一点像假水豆腐了。然而一剥开，依然糊手，再也不敢再加水了呀，再加就和我的心一样稀碎了。再见了，清凉帖。